系啦，当我哋呢一辈人上到去，有权喺个 project 度话事，佢有权开 project 嘅时候，佢咪会揾翻呢啲咁嘅佢童年或者以前中意作品出嚟做一次咯。诶，嗱，我有权拍一套啊！我细个中意睇，我中意睇 Buster， 我就要拍翻佢，就咁简单啫嘛。而家买翻烂翻嚟又唔使钱嘅，使几多钱啫？好平啫嘛，系嘛？而家做出企画嗰班画得事嗰班人。就是我哋呢個年紀人咯，揀親都是一班，即係揀親都係啲呢個年代的作品嚟做。係啦，佢會揀翻以前佢中意作品嚟做咯。你之前二十波刀嗰啲啦，係啊，二十波刀咪一樣。你正常嚟講，你而家年青嗰代你睇漫畫，你唔會識二十波刀嘅，你冇啦，攞翻出嚟睇咧咁樣。大黑暗年再緊，你都未睇啊！但係咁講喎，拍出嚟又好好睇喎，動畫係啊，動畫又超好睇，係好睇，動畫又拍得好好喎。金世界星紅透半邊天嘅。其实用晒噶啦嘛，你星矢、龙珠、星矢拍咗啦，系啦，嗰啲用晒噶啦嘛。咪譬如好简单，大家喺香港一定经历过一次，冇得解。香港喺我哋嗰个时代，咪就系咯，由老翻转过去，我呢几个礼拜成日讲呢个话题，由老翻转过去老正嘅漫画嘅时代，系啦。咁嗰个时代，人人都一定中意睇漫画噶。点解啫？唔系净系娱乐少啊，唔系净系话乜嘢，而系佢系将几十年嘅日本漫画嘅宝库一次过帮你打开咗嘛。喂。好嗰啲书全部都一次过，即系好似拣一次咁样，跟住就喺你嗰度出一次俾你睇，咁梗系好睇噶。唔要，我唔要奥巴美扬，你攞翻翻去啦。我先讲，成三年最开心嘅消息就系奥巴美扬，我咪打包送翻俾你啊！我唔要奥巴美扬，拜拜菜拜菜。几个礼拜前，我有同小蔡讨论过呢样嘢，就话喂，啲人选奥巴美扬过巴塞。我话诶，边有可能啦、啊？冇可能嘅，要嚟做乜嘢咁样？十四号队长啊，加盟嘅系免费啊，加盟嘅王牌球员喎、啊，系免费啊。跟住然后啊，阿仙奴仲要俾人工噶，诶咪俾而家话系俾700万700万磅解约金啦。因为传说是说奥巴美扬将会以周身1000欧罗象征式踢到季尾的。是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已经拍到他在个集训在后面。未宣布第一集训在后面。好像在后面跑步。在后面跑穿自己橙色的训练的训练的衫。节目记得 like, comment 和 share 我们的 channel。收看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。